OK， 今日嚟玩呢个元神，请多多指教啊！咁就废话唔多讲啊，开波啦！所以说，你们是从世界之外漂流来的？呢个系乜料啊？流星啊！但在你们想要离开这里，前往下一个世界的时候，却有陌生的神灵拦在你们的面前。外来之人，你们的旅途到此为止。什么人？天里的维系者，在此终结人之子的剑雨。咦，揀角色啊，梗系揀女角啦，安命先啦。好啦，就呢个啊。就这样，陌生的神灵带走了我的哥哥，我也被神封印，失去了原本的力量。曾经跨越诸多世界的我们，受困于此。那究竟是多少年前的事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会想办法查清楚的。醒来以后，我总是一个人流浪，直到两个月前遇到了你。嗯，那是多亏了你，否则我大概已经淹死了。所以我会努力做一个好向导的。该出发了，我们走吧。出发去边度啊？边事？咦，这个什么料啊，无啦啦弹只怪出来。好啦，就试喐佢啊，劈佢。第一，打开地图；第二，揀地图解锁传送秒点啊，就可以方便传送。没路走了，那就爬上去吧。攀爬会消耗体力，体力用光的话，需要时间来恢复哟。那么就按照我们说好的路线出发，爬上去 OK 吗？目的地是七天神像。在这个世界的七位神灵里，不知道哪一位才是你要找的呢？是时候要冲过去啊！
就是七天神像了。神灵的造像散布在大陆上，象征七神守护世界。在七位元素神灵中，这一位掌控的是风。虽然不知道你要找的是不是风之神，但我先带你来风神的领地也是有理由的哦。众所周知，语言与诗歌随风飘荡，其中一定会有你哥哥的消息，我是这样想的。当然，能不能得到神的回应，就只有试过才知道了。那么，就加快脚步吧。可以直接游过来哦。OK。可以睇下游水嘅方式先。诶，睇一睇先，游水嘅方式。笑死啊！浸死咗。呀，是不是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元素了？看起来你只要触碰神像，就能获得风的元素力呢。这个世界的人想要获得力量，绝对不可能像你这样轻松。这个力量来源是真是邪门啊。邪门这种词对神灵真是太不尊重了。从这里向西走，就可以抵达自由城邦蒙德。蒙德是风的城市，在七神中供奉的正是风神。能从神像获得力量的你，会不会在那里找到神的线索呢？而且蒙德有很多吟游诗人，说不定能打听到你哥哥的消息。好，那就出发吧。这个世界的元素回应了祈愿，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好兆头哦。七天神像，这个是有得补血的。OK， 这个任务就是这样的，要强按住那个技能，按住跟着发射三摆就可以完成的了，这个任务。从七天神像获得的风元素力，哇，好羡慕啊！我也想有这么帅气的战斗方式。
么巨大的东西在天上飞，它往树林深处去了，我们小心一点前进吧。不用怕，放心了，我回来了。他在跟龙说话。谁？好擔走你被船偷笑啊。还好抓紧了你的头发，谢兰。头发冇甩，冇避过条龙，夹到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还以为要被吃掉了。你咁细粒，喂得饱人哋咩？肯定和那个跟龙说话的怪人有关系。呢个世界居然有龙。同龙讲嘢正常吗？当然不正常。我够知道，使你讲咩？哎，那是什么？那块大石头上闪着红光的，我们靠近一点看看。咁危险，冇遇我啊！你自己去啦。小心，他给我的感觉很不好。你都识讲唔好啦，你仲叫我去黐线啊！从没见过这样的石头，没法确定它是什么，只能知道它很危险，先保管起来吧。会唔会爆炸啊？嗯，回收完毕，我们赶紧离开这里。乜料啊，又多一条女。愿风神护佑你，陌生人。我是西方骑士团侦察骑士安博。你不是蒙德市民吧？那么请说明自己的身份。冷静一下，我们不是可疑人员。可疑人员都会这么说。听着不像是本地人的名字啊。哎呀哎呀，英文名嘛。还有这只吉祥物又是怎么回事啊？是朋友，是应急食物食品啊。完全不对，怎么还不如吉祥物啊？OK OK 啦，是 friend 啊 friend 啊。总而言之，是旅行者对吧？最近蒙德周围有巨龙出没，你们还是尽快进城比较好。这里离蒙德不远，就由身为骑士的我来护送你们一程。哎，你出城没有什么别的任务吗？当然有，不过放心，任务路上也会保证你们的安全。而且我也不能放着可疑人士不管。看来你都不信我们，你还称呼对客人不礼貌。失礼了，这不是一位优秀的骑士应有的言辞。我向你们致歉，
陌生而可敬的旅人。好生硬的发言。你是对我们骑士团指导手册里的规范用语有什么不满吗？侦察系山伯前来报道，今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好了。咦，不错啊，都是一条女生角色。OK， 射箭是吗？试下睇先。喂，来历不明的旅行者，你们来蒙德做什么？他在非常非常遥远的旅途当中和哥哥失散了，我是他的旅伴，正在陪他一起寻找哥哥。啊，找回家人呢。等我解决了手上的任务，可以帮你们在城里贴告示。说起来是什么任务来着？很简单的，等会儿你们看了就明白了。是秋秋人，不要放跑他。这种荒野上的怪物正在靠近城市，我这次的任务就是来清理他们的营地。知啊，喺呢度射到佢哋冇。OK， 咁我冲过去咯，等咩啊？你也不是没有战斗能力的路人，谢谢你刚才的支援啦。这一战感觉如何？轻轻松松，勉勉强强，马马虎虎啦。说起来，秋秋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这种生物一般不会在离城市这么近的地方建立营地吧？是啊，他们本该只在荒野游荡才对。但最近风魔龙经常出现，果园被摧毁，商路也受到了影响。风暴爆发时又经常有人受伤，所以骑士团要分心防御。所以这些凡人的生物活动范围就越来越近。是呀，不过今天又清理了一个营地，还是很有收获的。跟我来吧，认真负责的好骑士要护送你们进城啦。
途中的收获。什么？好像。OK， 就去嗰个黄色点嗰度嘛，一路线。欢迎。容我正式介绍。风雨蒲公英的牧歌之城自由之都，受西风骑士团庇护的旅人们，欢迎来到蒙德城。啊，终于不用再荒野露宿了。不过城里的大家精神都不太好的样子，因为最近全城都在烦恼风魔龙的事吧。但有琴在的话，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。琴啊，西风骑士团代理团长琴，蒙德的守护者。与琴同在的我们，即使是风魔龙这种级别的灾害，也一定能够战胜的。看来他是一个大人物，希望他知道风神的事。对了，在一起去骑士团总部之前，我有礼物要送给你，是刚才帮我清理秋秋人营地的酬谢哦。见者有份，为什么我没有礼物？因为那是小派萌没发用的东西吧，但我今晚会请你吃蒙德特色的蜜酱胡萝卜煎肉。蜜酱胡萝卜煎肉，现在就先跟我来吧，我们要去城区的高处。OK， 就去嗰度上去嗰度啦。
平常这里可是很热闹的，最近因为风魔龙的关系，都见不到外面来的商人和旅客了。除了拐角那家酒馆没怎么受影响，不如说他们的生意变得更好了。不想再给安东尼哥哥他们添麻烦了。说好的礼物就是风之翼。侦察骑士靠它在天空中行动，蒙德的市民们也很喜欢用。我特地把你叫到这里来，就是为了让你第一时间感受到它的好处。是正在热心推荐的语气呢。因为风是蒙德的灵魂嘛。好了，赶快来试试风之翼的性能吧。虽然操作起来很简单，但你一定要听我指示。咁正，可以飞啊，系咪？天怎么？
啊，即系点啊？要我肥低佢呀？风之翼还能这么长时间的停在高空吗？是我让千年的流风助你，令你不会坠落。现在想象，你能收束这股风，让它破开云翼。这个声音是谁？是吧？居然拥有与巨龙作战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客人，还是新的风暴呢？风魔龙，卡亚，旅行者，你们来得正好，我们赶快。等等，安博。这里还有人没来得及互相认识吧？好的，这是凯亚，是我们的骑兵队长，这两位是远方来的旅者。只知道是远方吗？事情是这样的。原来如此，欢迎来到蒙德，但很遗憾，是在这种糟糕的时机。我很理解血亲分离的痛苦心情，旅行者。另外，虽然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找风神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对吧？我是不会追问的。总之，首先我要带骑士团向你们道谢。请吃饭啦，咁样唔可以放住灾难唔嚟，唔使客气。谢礼啊，系啊，请吃饭啦。蒙德特色的蜜酱胡萝卜煎肉。刚才那场抵御魔龙的战斗，被守护的市民们都是亲眼目睹了的。代理团长大人对两位也很有兴趣，希望能在骑士团总部一叙。OK， 元神嚟到呢度啊，下集再见啦 ，See you。